你好，请问哪位是郝亮小姐？我。这是您的同城快递，然后您尾号是56430是吧？哦，对对对。您拿好，好，谢谢啊。超过80，你绝对想象不到。真厉害。哇！哎呦，谁送你的？不知道。让我看一下。嗯。应该是经济团队管理协会吧？每次新发都会抽幸运粉丝送新专辑。啊！我每次交会费啊，怎么抽不中？顾总，这真的是你送给我的吗？我很喜欢，谢谢你。还有呢？送到了啊，知道了啊，一会儿给你一个五星好评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那你觉得我现在的表情是什么意思？你欠您一张冰山脸，谁知道在想什么呀？顾总，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刚好，我有事想跟你说。嗯，你先说吧。你说完我再说。我明天就不来公司了。可以，给你3天假期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实习期到了。那我明天给你转正式吧。不是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来到九千的这3个月，我学到了很多。大家对我也都很照顾，所以。顾总，谢谢你。这是我的实习证明，您帮我盖个章吧。你要离开酒钱？嗯。是待遇不好吗？不。太辛苦还是太危险？我给你调岗。也不是。我家里人还是希望我做老师。等我一下。奶茶倒在下水道里，珍珠属于湿垃圾，杯子和吸管是干垃圾，最后一颗珍珠本来就是用来丢弃。又不记得我了，邻居。
心情不好，聊聊。你很空，我没空。晚上走得太匆忙，实习证明忘记问顾总要。顾总，实习证明明天可以快递给我吗？实习证明我扔了。顾总，麻烦公司再盖下章。他什么意思？今儿没开车啊？你们公司的那个妹子辞职了？你认识郝亮？哦，邻居嘛，没事的时候闲聊过几句。辞职了也好，他是学幼教专业的，本来也不适合你们公司，是吧？不是。不过像她这样的妹子一抓一大把，走了一个再招呗。你很了解她吗？了解，我是世界上最了解我自己的人。不要在背后非议我的员工。我已经辞职了，不是九千的人。